好，今天我们要来开箱。我没有艺名，所以我叫吴艺名。我们要开箱喽！今天要开什么？今天要开的是多功能的后背包。哪一排的？这里。Bosch。Bosch。Arkers。Arkers。好。这里。好。你就来开箱吧。嗯。收纳的什么？包。好。来看看。哇，好高啊！漂亮耶！看一下。好，都是英文，看不懂。都是英文，看不懂。对。好，它蛮多地方可以收纳的哦。还有一个应该是它包包的收纳袋。对，应该是它让你可以不用的时候可以收在这个包里，让它不会防止有灰尘。嗯，你在里面，里面怎样？空空的，这样看不到。看不到。很拉近。空空的。哇，空空的。废话嘛，那是空空。如果里面装东西，也不吓死。意思是很大的意思。它后面还有。哎，是。这边。后面有什么？一整个，你看我手掌都到一收完已经一半。对，啊，那里面是平平的空间吗？对，平平的空间。算是。对。可以放，对，你可以放。如果出国，你可以放手机在这里，就不会有人偷。哦，那很不错。然后它上面有一个，对，这里一个，这边上面一个。那所以它，哎，可是这边蛮浅的，这边大概只能放铅笔，大概也是我一半。放一些可能比较小的随身物。对对对，小的。那如果要放钱包，可能。放不下，嗯哼，然后这边有一个，嗯，哇，好大哦，哦，它是连通的，对，它那个就是，它这里，你等一下放相机内袋进去，噔噔噔，它等一下放相机内袋进去的时候，你可以透过侧边去把相机从侧边拉出来，方便你拿相机的，原来如此，对。好的，我们要来把前面的，所以前面的收纳袋也是就是一个薄薄的这样一个，对，薄薄的，它上面这里可以拉开，可以装一些护照啊，或者是一些也是小东西，小东西的。好，我们要把它放进去了。这边，你如果要拿相机。你就可以这边拉链把它拉开，你就不需要从上面拿。
它这里还有一个拉面。讲讲讲，这里还可以放。对了，出国如果你想带个书，可以看《世界地理杂志》，在线《世界地理》。去德国，我们带个书，在旅途上就不无聊，可以看书长知识。试背一下，很重哎。没关系，试背看看嘛。可能站起来不是一个问题。我拿不起来。哎呦，拿不起来了。拿不起来了。总结。因为它实在是太重了，放太多东西，所以我背不起来。但是它真的很好收纳哦，而且呢，我刚刚又发现了一个地方，这边好多秘密地方。它这里还可以再放东西耶，有看到吗？好，所以呢，总结就是，它真的是很好收纳的包包，大家去买哟，拜拜。